今天呢，我们来做点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来做，主要目标是一个怪物农场，然后我们还要来魔法种树，用魔法来种树。我们现在种树好了，种树比较简单。我们今天魔法种树呢，要用到这个，只要五个砖头呢，就有一个崩塞崩崩塞崩崩塞，听起来很奇怪，崩塞的 pole 一个，这是叫什么？那个种树的盆栽，然后下面呢可以再接一个漏斗，接一个漏斗，你好的漏斗啊，还有一个箱子啊，没有箱子可以做。好，我先看一下能不能种哦。这边呢，只要把它放上来，嘿，然后把树丢进去，可以吗？史莱姆，哦，要放东西，我们要先放泥土，先把土放进去，这样子。有，里面有土了，再放树，哦，再种了，哦，自己长大哎，这树长得比较快吧？这树怎么看起来长得还蛮快的？虽然我们用这个跳舞加持，我们用丰收之舞的话，速度更快。看我这边种一个比它快，比它快，没有丰收之舞了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看谁比较快，看谁比较快，我的好慢啊，应该是太急了。我变东西太多，长大了，比较快耶！你看它还在长，它就从慢慢嘣，完成了，它长大了。好，这边长好久，好在哪里？好，先把它拆掉，然后这边也长好了，这边的树，哦，哎哎，我不想把泥土丢上去了，它变矮嘞！我不想把泥土丢上去，它就变矮，然后它又重新生长了一次，原来会变矮，怎么会变矮？好。右键可以烧吗？左键不行啊！直接打掉吗？跟一般的树一样打掉吗？我们来试试看，打打看。不是打到后面，打到后面石头了。我把整个打掉好了，我把整个打掉好了。打掉了。我们现在做一点箱子，做个两个箱，好，两箱，然后加上两个漏斗。嘿嘿嘿嘿，这样子，好的，那我们的这个盆栽应该算盆栽吧？好，这样就可以接一个漏斗了，它自己就可以往下漏了。好，不然一般的话，你不知道该怎么收那个书，有点收不下来。OK，那就这样，有了。好，这样它应该可以自动长大，然后自动收成。可是我们好像没办法快速让它，没办法加速。让它加速，长大，快长大！有了，有哦，收进去了。哦，东西好少哦，两棵树只有两个木头，这个效率怎么那么低啊？可是它自动，有，自动，一个树苗就够了，它这个树苗只要一个哦，它就一直长，一直长，一直长，这么省。不过呢，我们把这个树苗。更换一下好了，虽然它自动化还可以啦。我们把树苗呢换成苹果树，这样至少多一点苹果，这样也好。种个苹果树吧，可以就这样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做点这个 Tinker 模组的工具了。我们现在先做一点铝黄铜，用我们的铜锭。跟阿鲁米、铝锭、铜锭跟铝锭做一个合金，那我们要再挖一点空间呢，从这边，然后把这边全部扩大好了，扩大扩大，为什么？好的，我们里面石头都跑，等下石头不要烧，石头有点多，那我们的铝黄铜。好像不太够这么少，铜、铝太少了，铝锭有点没那么多。感觉我们知道这个龙，那个什么自动那个筛矿物的机器也要再强化一次。好，你看这边再把它融合在一起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现在做一个锭的触模，一个模子。我们把这些工具拿出来，工具配装台、模具桌，
物件模具箱物件加工。那我们现在做点什么呢？哎，有武士刀，好帅哦！我觉得是不是要拿一把拿来装饰用？然后劈刀、长剑、那个西洋剑、大镰刀，嗯，我们觉得我们的斧头稿子应该都先做一个吧。然后锤子可能要升级一下。我们现在的合金包哪一种比较好？好，我们先来做锤子。尖锐手柄，好，锤子的锤头。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纸放进来，我们先做成石头的，这样就可以做成那个模了，金属模。柄跟这个，喂喂，好，我们的合金，我目前的矿物合金哦，不知道哪一种比较强哎。好啦，不然我们做那个耐酸铝吧。耐酸铝比较好做一点，我们需要铝、铁跟黑曜石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来升级一下这个发电机好了。这我们岩浆感觉也不够力耶，岩浆也不太够发电，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加强的岩浆。这个我们要先做这个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想用岩浆发电，我们现在岩浆太多了。好，我们要做的是这个发电机。然后这是普通的煤炭发电机，但是我们还要再强化。它这边有一个食物发电机啊，然后爆炸发电机，跟我们目标是这个岩浆发电机。我们需要一点黄金，看一下这边的这个模组的熔炉也是差不多，可是它可以强化，哎，它可以用电，它可以吃电。这个好，岩浆发电机来吧，换一下。岩浆发电，这个放旁边，你会应该要转一下。这样，哎，有哎，有哎 ，OK OK， 可以直接灌进去。啊，速度挺慢的，不够力哎。等一下，电不够力，好慢。定格，你的挖到定格。那不然我们可能要再升级一种，再升级一个。好，这个还可以再升级。变成高温的红石矿，不过就需要红石，但是速度应该会快一点。高温红石矿一样需要岩浆，然后还需要红石，就给它烧了。它这是每秒160的电，欸，这个电还蛮快的，欸，可是红石也耗很快，欸，你这红石量耗的有点快。好啦，暂时够用。欸，我们刚刚桶子勒，我的桶子怎么不见了？我刚刚说我是丢去哪了？哎，再做一个。对啊，怎么觉得东西常常不见啊？是不是有小偷？找小偷了，奇怪。桶子，这是我哎哦哦，在这里哦，在这里哦。好吧，是我眼馋。原来桶子你在这啊？刚刚怎么找不到你啊？原来是我眼馋啊，哦！因为他一直都在。我错怪他了。要没电，要没电了，要没电了，要没电啦！红石，我要红石！突然缺红石啊！突然各种缺，各种缺。好啦，我们去挖矿世界啦！我们去挖矿吧。突然觉得各种缺，我们去挖矿世界看一下。挖矿世界啊，它是一个异世界啊。我们这个原本的世界都是石头，所以没有任何矿物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另外一个世界，可以到挖矿矿物的世界。我们等下去那个地方，好，出发，从这边看一下银，银锤阵也没有比较快，弱弱的。啊，这样往上挖，这样往上挖。往上挖，这个超级快的稿子，右键 for a surprise， 右键会有一个惊喜。欸，它是两个吗？对，可是我手中没有一个名字啊，我没有一个名字。嘿，神奇的稿子，它有附魔，好修补欸，这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来看一看吧。好，好了，来看一下有多 OP。哦哦哦。
哇哇，等一下，这有这那个，哎，这啊，这是这是怎样？这个已经是那种那叫什么？已经是快速挖掘满等的那种感觉呢。这把也太夸张了吧！哎，它材料很便宜哎，基本上一颗钻石跟黑曜石都就做出来了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这样还需要什么其他的东西吗？哎，我们这快到了，快了，哎，再20个，太快了吧！然后他说按右键会有惊喜，但是我们去挖矿世界再用好，我怕它可能会大面积的毁灭之类的。